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啊！吃饭，今天有这个红烧肉丸子，外酥里嫩，青瓜炒皮蛋，还有霉豆腐啊。还有虎皮鸡爪，来个酸豆角拌饭，麻辣粉丝，轻点喷啊！今天这个汤也没流出来，然后这个抹布也不脏。八宝酱菜都到底下去了，
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吃饭，今天吃这个香干炒肉。是的。来，我们榨菜。这个是我们湖南的攸县香干，特别好吃，特别特别嫩。嗯，是最近长厨艺了还是咋的？我感觉特别好吃这个香干，因为它香干本身就好吃。嗯，这个香干的话就是优质的小黄豆做的那个香干，对，没有任何添加。是的，这个是我们湖南这边的攸县香干，它的配料表就是黄豆水，还有食用盐，还有酿造酱油，然后它是新鲜现做现发的，它不是烟熏味道的，所以说吃起来特别嫩啊，就你炒芹菜香干呀，炒牛肉炒香干呀，都是可以的啊。嗯，这样一袋是半斤啊，一袋就可以炒一盘，都是新鲜现做现发，泡沫香加冰袋发货啊。来夹菜夹菜。嗯，来我这里来，来这样炒点肉，加点蒜叶，特别好吃，或者放点芹菜啊。嗯，我们这个是一包炒出来的啊，一包就是它是半斤嘛，你随便配点肉配点辣椒就可以炒一盘，好吃香。现在天气热了不想做菜，你就这样炒一个香干炒肉特别好吃，喜欢吃它不要错过啊。